OK， 今天又来教大家转笔。这转笔呢有一点点难的字。首先你要练熟我第一集还有第二集可以做参考。先看完第二集第一集再去练这个技巧好吧。因为对你很有帮助，先练这个。怎么练呢？我已经放在第一集了，第一集好吧，回去看。第二集也可以的，但是第二集没有教的那么深。我现在你这样转到这里的时候，这样合着，之后呢，这里再过来，再到这里，之后又到这里，又慢慢转过来到这里，就快点，就这样。帅不帅？对，之后呢，今天你练一下这里，练一下，就这里嘛。练完之后，你就行了，拜拜。